Hello， 亲爱的钢丝们，大家好！又到年末了，再次感谢你们多年的支持与陪伴。2020年呢，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是非常痛苦难过的一年，特别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见面，没有办法做演唱会，没有办法到处去给大家唱歌。那更糟糕的是这件事情，这个疫情呢，它。本来以为大家预计六个月结束，后来又一年，后来又更加严重，所以我想对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难熬的。那在这段时间呢，我试着去保持自己心态的平和，放松自己，然后读一点庄子，看这个世界呢，就是这个对这个无常呢，就比较能够欣然接受。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跟我一样，用平常心去面对现在的困难。有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须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就把它当作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考验吧。加油！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取消了好几场演唱会，但是又没有机会跟歌迷大家见面，很可惜。不过同时也因祸得福，让我有时间空下来好好专心的做音乐。